或因自杀伤自身，或因自杀伤自身，或因我们一样打因为自杀的话，我们先比自己，然后右手的食指像一把刀，在脖子前画一下，就是自杀。伤自身的话，我们右手一样在左手掌这边画一下，代表受伤伤害。自身的话，打自己，教唆同谋害人命，教唆同谋害人命。教唆的话，我们比就是使唤，教人家去做什么事情。同谋的话，我们打在一起做同一件事，那就是伤害别人的生命。从左到右，比害的字形，整句来一次。教唆同谋害人命，我因喜乐起杀心，舍掉接受方权柄，我因自杀伤自身，教唆同谋害人命。为世事报信。